七点再出门就是。东港是这一个。再去东港接他。怎么这样？就爱。因为他这边要在那边等啊。如果公司都没人啊，没有这边等，不不通行哦。他就先回家。咖啡呢？你休息。你就看嘛，就知。干嘛要这样呢？因为自己也从小也经历过那一段补习的时间嘛。金泽咖啡，那颜色好不像。掉了。拿一张卫生。今天有人参加这边童军夏令营的，有想参参加这边童军夏令营不？没有。去野外生存一个礼拜那种。温俊杰，寿山。那时候你才几年级？陈宇杰，你从家几年级？国小。对啊。对啊。他们敢吃这个冰淇淋吗？敢。从那块暑假去菜市啊买菜啦。我打算搞香草买菜。那公阿妈有种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很多。做行李。前日顶个不是嘛卖什么物件，卖什么小熊什么的嘛？对啊。对不？那卖东西的感觉还不错哈，多赚钱。我看归存空。是啊。最后那个钱归向飘向美方嘛？对啊。拢在我家。啊？拢在我家。没钱啊。啊，红包妈妈。我拢无客，有正常做，无伫客啊。我搞存货个，来几个人偌济啊？唔知，唔知，唔知我存货。啥？应该济咯，加啥应该济？唔知，唔知对济，不对济。你看墙壁上这。